们就要来开设我们 YouTube 第一支影片啦！没错，说到第一支影片，当然就是要让大家先来了解我们啦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做一个自我介绍，还有快问快答，大家期待吗？期待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吧。OK。大家通常都叫我安酱，然后兴趣是吃饭、睡觉、打游戏，尤其是 in game 啊。会做的事情是吃饭、睡觉、打游戏，尤其是 in game 啊。个性就是想做的事情会去做，但是不想做的就是会去做，但是晚点做。哎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。哎，我们下一位 go。然后个性的话，个性刚刚常常说是自由人，所以我就是自由人，我是 O 型自由人。耶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妮。然后我的颜色，我的担当颜色是红色。我的兴趣呢，我喜欢是有看到我画很多音符，就是我喜欢音乐啊，弹吉他、吹长笛或是弹钢琴之类。然后也喜欢跳舞。然后专长的话好像画画，没有画画，擅长画画，没错。然后我也喜欢旅游，就是我去过欧洲，然后美洲我只有去过美国啦，然后亚洲好像只有去过中国跟日本而已。希望可以解锁更多国家，一起环游世界。耶！大家好。我是心愿，请问我是这个绿色担当，大家都说我是一棵大树，就是大树。那我是因为什么？我没说过，因为大树燕子有吗？有啊，反正就是我是戏精的部分，没错。就刚刚的表现，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。然后呢，我怎样？我是9月23号的天秤座，是天秤第一天的宝宝，大家记起来哦。Hello， 然后我是来自香港的 local Hong Kong 人，香港人啦、啊。对，那如果会那个广东话的粉丝，也可以跟我来交流一下，等你哦。OK， 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Freedom 的粉丝担当钟玲，可以叫你玲玲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专长是跳舞，没错，跳一下，跳一下，转头一下，可以是我的 IG 底线 Freedom 就找到喽。然后呢，因为自己住了日本8年，所以我是一个
很不会讲中文的台湾人，然后专长大概就是讲日文。好，差不多是这样子。如果想更认识卡娜，可以去买他的写真集。有吗？好，喂，我们刚刚都结束了那个自我介绍的部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快问快答的环节啦。OK， 要怎么玩呢？就是等一下呢，会有一个神秘的声音会问我们一些问题，那我们等一下呢就要写在这白板上面，我们就要写就是答案，比如说。你们觉得谁是迟到王？我们就要写，可能就是可妮之类的。然后我们就数三二一，就同时翻版这样子，翻答案给大家看，这样子 OK 吗？好、哦，可以。那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题。请问谁是唱歌最好听的成员？这一个人而已吗？最好听是一个人。好。好，来准备好了吗？大家好了吗？大家准备喽，三二一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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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玉溪啊，我想说配对成功是你写我之类的，阿基是唱的阿基。下一个问题，你们最聪明的成员是谁？好难啊，这个鱼啊，等一下，OK， 好好，等一下，这个 OK， 等一下，别我这个有点难，这个有分不同层面的聪明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那如果觉得没有的话，就空白。听说也不一定要写我们六个，可以写经纪人之类的东西。好了，配好，来了，准备三二一，准备，噔噔，写出来啊！从没有，我游戏，不是，我游戏啊！好，那边是怎样？没有，是什么？没有，没有，出汗了。我是明明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星座吗？你要写自己是什么？没有，我想要写没有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来写谁？他写玉溪啊！这个来写玉溪啊！我是不是如果硬选的话，硬选。好。那反过来，刚不觉得最聪明，现在是觉得最最聪明，最聪明。OK， 最聪明是谁？阿小丹，应该大家的答案都一样。是消失的好可惜。OK， 等啊，好菜，好了，好了吗？大家好了，来哦，可以吗？好，准备，三二一，自己出来，来，来，我再出来，加彩音乐，我来看刚刚那些谁，三二一。好，下一题吗？好，那谁是团里面最成熟可靠的？啊，哦，这个好，这个，成熟可靠，太难了吗？这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好了，好 ，OK， 好，可以吗？来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哎，谁？玉溪啊，玉溪。真的是玉溪吗？他是大树哎，他是大树哎，大树！我以后的绰号叫大树。哎，玉溪自己写我。啊，我大伯。大树，我也选玉溪。我只有问号，我不知道。理由呢？理由？我为什么选玉溪？就是因为，就是一开始出道的时候，他帮助了我很多。哦，没错，好意外哦。戏精又来了，给我那个上吊特效。没有啦，就是很谢谢他，就是有他在，就是很安心的存在。
爱你哟。瞬间美，好可爱。那为什么他好看？他是最挑食的那个。挑食啊，真的吗？这个条件刚不是就已经在讲了？好哎，很快。大家都有自己内心的答案。没错没错。好了吗？好。OK， 来准备三二一。小孩，你玉溪，为什么是玉溪？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不算挑。玉溪不是挑，他只吃甜点，他一堆都不吃。哦，没有啊，他还吃加工品啊。对，他都只吃加工品跟巧克力，反正就是都是加工品。巧克力丢火锅吗？不可能，巧克力锅吗？你吃饭吃菜什么一堆都不吃。哦，对，已经喝到。他只吃加工品，然后不会胖。加工品不会胖。好，下一题。Last one。最喜欢的什么？老师弟弟怎么办？为什么？真的是我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来准备哦，三二一。秀。哇，真正啊！聪明太难了。玉溪写什么？数学，数学书好。学画的。聪明。我是弟弟，我是弟弟呀，小辉。哦 ，OK， 哦，哇，大家，那我现在大家点点点，你怎么听什么？哦哇，这是 L L L， 哦，知道哦，也聪明 ，OK， 我充说明，应该没有人不知道的，应该没有人不知道是谁，嗯，对，好耶。不好玩，你觉得答案？没有，不好玩。没有，你要问什么？你要反过来问吗？你要问你最讨厌谁？我确定要剪掉，这个剪掉。你应该跟喜欢的吗？对，不喜欢的。不喜欢的，你们选不喜欢的。如果要选不喜欢，你会选谁？对对对。反正讨厌也不是真的恨到骨里那种讨厌，感觉。一定要从恨到骨里面选。官方 IG 脸书，还有我们成员们的 IG 照片都出来哟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吧。